因为我总是担心旅行的时候碰上人挤人，所以我喜欢找一些小众的景点，但这并不妨碍我遇见治愈的风景，拍下炫酷的照片。就比如这里槟榔谷，它被称为户外天堂，是大湘西经典徒步线路之一，全程约2个小时，有峡谷、溶洞、天坑等自然景观。国庆来这里人少景美，导航张家界水田坪村，沿途还有毛岩河、百里画廊、天心湖等奇特自然景观。槟榔谷洞穴不深，地势平坦，走出洞口豁然开朗，可以看到星之谷，谷中绿草茵茵，牛羊成群，像是走进了世外桃源。接下来是穿越迷洞，洞内有暗河和支洞巷道，一定要带好照明工具。迷洞的另一端狭长低矮，像是一只深邃的野眸在窥探着洞口的绿野森林。登上长满青苔和蕨类植物的东坡，就能见到天使之城，还有悬挂在空中的天山桥，碧绿千仞的石墙延绵数里。这里融合了张家界的砂岩地貌和喀斯特地貌，山之峻，水之清，谷之幽，洞之深。还不快把这个户外徒步圣地加入到你的国庆旅行清单中。